等一下。说认真的男人好帅，结果是因为看不到字吗？开外菜，我们点一样的，全部都一样，什么都一样，你再切给我吗？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啊，因为你都会帮我切好好的，谢谢。这什么逻辑？照顾的太好，来享用喽。嗯，好好吃哦。是不是很软？老公生日，老公带我出来约会，老公请我吃牛排。选几号？十一。感谢寿星。好，我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很重的礼物，这么大。你应该很好奇这个是什么东西吧？首先它的重量真的是非常的重，我觉得这个礼物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毕竟它跟我的专业有关。然后在拿出来之前呢，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它的价格好了。以同质性的用品来讲，它大概是一个天花板的价格了，台币42,000。重点是这是爱，所以它是无价的。因为它是一个爱的礼物。好，我们跟你说很重，这个重量就是重到我要拿起它我都会喘。然后它的盒子这么大一个，哦，打到我的脸，好痛。接下来就直接打开给大家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吧。好，打开呢，你们以为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套子啊。再来呢，What? 这是什么？老实说，看到这个我有点失望，因为如果是以这个价格，我期待它会是一个电动的小帮手，而不是手动。好，这个我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就会一头雾水，想说这到底是什么鬼？这是一颗球，是的，这是一颗瑜伽球。
65公分大小的瑜伽球，然后是迪奥跟个品牌联名。来，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装这颗球咯。它里面附的有一本说明书，有各种翻译的语言版本，有简单的介绍，就是内容物，还有一些使用上的警语，还有清洁的需注意事项。以说明书的质感来讲，我觉得做的比较像3C 产品的说明书，可是内容呢，这个里面的语言真的翻译的非常多，相对的它的说明是比较简略的，一些基本的使用清洁还有安全守则。附的呢是这一块板子，是它的安装说明。我觉得蛮可爱的是它的图案呢是手绘的，所以是有一种还蛮亲切的感觉。接下来我就要来装这颗球了。提醒大家，如果像这样的运动器材啊，其实刚收到呢，你们都可以放在通风处，就是让它通风放个几天，气味比较散了之后呢，它会比较相对好一点吧。因为毕竟这种材质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需要让它挥发的时间。好，然后这颗球还蛮重的，分量感是足的。大家有帮瑜伽球打气过吗？我只要看到这一根我就心累。我跟你们说，它不好用。瑜伽球上面呢，你们会看到这边一个白色的这个，对不对？不要瑜伽球，然后你就用这个上面这样打气哦，它没有办法打气的。你要先这样把它，好，就这样，先把它勾出来，然后呢，瑜伽球就会是一个这么大的洞，就可以开始打气。但会建议大家呢，塞好塞满，然后把它平放。这个打气就是这样子。等一下，手动打气太累了，我要拿出我们的电动打气筒了，速度会快很多。一样这个洞，对准这个洞，放进去，来喽，全面加速。最重要的是，这颗球不是重点，这个套子才是重点。这个套子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它很贴心的，它是拉链，然后它在拉链头的地方还有做了一个收进去，就是你在夹这个球的时候，你才不会被拉链 K 到。可是呢，我刚刚发现它做一半，你没有看到吗？所以你势必还是会夹到硬硬的东西。当你已经把球充了一些了之后，你要先放进去，不然当你整颗球都充饱了，你再放就不要想再放进去了。动对动，对准喽！好啦，我们要继续充气了。打到一半，我通常都会先就是再把那个塞子再塞回去一下。接下来就是要让它饱饱的了，所以先把拉链拉起来，不然待会就不好。历经了大概10分钟吧，这颗球呢，好，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呢基本上快要满了，还有一些空间。那你们看那边还丢丢，但是要把它整个都充满，还要一下子。现在发生一个悲剧，就是呢，你们看吧，没有用说明书，它有要求，就是一定要放这个定位板，为什么呢？我就是不信邪，然后就变这样，你们有没有看到？因为它歪一边，所以我现在又要放气重来，就把气放掉重来，然后用定位板。OK， 这个是打气的汗水。你现在有没有一种觉得你流的是奢侈汗？没有。倒数10秒就要完成，10、9、8、7、6、5、4、3，哎，我们两个节奏不一致。2、1，耶 ！OK， 历史性的一刻 ，Ready？OK。
可以耶！还是这里 high five 耶！超累的，我又不是我累，我看着很累。非常的喜欢，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大家应该如果有在追踪我都会发现，我就是一个迪欧姆运动服，还有非常多的包包。我个人很喜欢迪欧这个设计师品牌，那这次有这样子的联名，当然首先要先谢谢我的先生老王欧巴撒浪嘿哟，因为毕竟他身为寿星，然后还请我吃大餐，请我吃大餐完之后还带我去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而且又有实用性的礼物给我，我一定要先好好的跟他说谢谢的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个球上面有写我的名字，自己呢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辅具的创办人，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就是也看一下人家厉害的品牌怎么做，那我们就是学习嘛，因为毕竟我自己的品牌 Kimi Bar 美型运动，对于运动辅具还有运动品牌来讲呢，还是一个 baby， 才两岁多，快三岁嘛。那我今天就想要用这个，如果我以一个美型运动创办人，然后跟有在生产运动辅具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颗球最棒的地方在哪里，跟可能还需要改进的几个点。我觉得在这个包装呢，毫无疑问就是非常的精品，非常的美。可惜的是呢，打开里面以这个42000的价格，它可以付的是电动的充气筒，因为电动充气筒其实不贵，但是如果有它会方便很多，而且还有它在充气的时候这个打气针，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小勾勾的，你才不会伤到指甲。还有接下来呢，就是它的说明书，虽然它有一个纸板跟一个小的说明手册，但是我觉得跟这个球本人看起来呢，它们相对比较硬一点，没有那种可爱感，这个就会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毕竟这个安装的难度吼，我自己算是常常接触这样的辅具都要充半个小时了，如果是不熟悉的人应该会更久，那有可能他充完了之后他就不想动了，因为他就放在那里。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可惜的地方，就是我刚刚在安装的时候一边就训练的就是拉链这里，因为毕竟这种球类我们就是会用身体去跟他接触嘛，但是以这个布料来讲啊，我觉得必须说设计师品牌来讲，我觉得这个价格让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感的。那接下来我就让大家看几个画面，知道它看起来多么的精致跟漂亮，希望我接下来呢也可以生产出这么漂亮而且又具有实用性的健康辅具给大家。